没有吗？现在也塞吗？给你。要没有？嘿。多少钱？不要那个。嘿。这个可以就给了。没关系啊。哎，这个敢关吗？不啦。喂。啊？好啊。 这边啊，文具，我刚这边一块钱的，这里，这个，他买文具看多少钱，跟他买，这里很多人，对。哦，这个没有了，现在很多人。是啊，看要买什么给你，我先买了。 我买鸡排好不好？好，先放个花生酱。然后，先放个花生酱。
一下。不要了。你要是小酒奶吗？还是不要？不要了。不要了。要吃鱿鱼还是鸡排？要吗？鸡排。啊？鸡排。鸡排啊？嘿。哎呦，买两个。嗯。鸡排你要切吗？不要。切啊。要啊，要。这个不要切一下。好啊，一百二，一百二，你要吗？我不知道你要一岁没呀？买个贵，在那个买60块。来回先给了眼
好吃的哈、哦。嗯。